进行投票了。这蛮难的哦。对，只能选一个，挺难的呀。想一个，你们有没有先想好的？可以先投，我让我们纠结一下。我先投白雪。我也投白雪。我也投白雪。我觉得妈妈对我来说，她只是多了一重身份而已。女孩她首先要成为最好的自己，你才有可能去扮演好其他的角色。做妈妈的时候很极致，职场里面很高很高知，就是非常酷的一个女性。啊，只能投一票。你也选白雪？我是在白雪跟于海涵之间。你怎么跟我们三个啊？那我这一票我投给海涵吧。啊，她也很可爱。我投于海涵吧。是薅最好的皮，省最多的钱。我觉得这个也是，就是作为一个公司优秀运营所具备的条件，和能力。他太让人快乐了，逆境里开花的那种。对对对。涂磊老师，你最喜欢谁？我投给那个朱亚琼。我需要在这个平台能够告诉他们。我所感受到的，我觉得希望最美。我想投给最有希望的朱亚琼。嗯，白雪太棒了。我们第一集结束了，第二集就开始40天的集中培训。我们第二期再见。